好，我们下面讲辨神病的症候啊，辨神病症候啊，肝病由脓变化莫测，肝病最杂而质化最多，所以肝病我们学生恐怕很比较难掌握一点啊，花的时间多一点。神病比较简单啊，神它的解剖和生理我们不讲了，这个病症特点。它主要反映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生长发育，生长发育迟，发育迟钝或者是早衰，发育迟缓，小孩子生长发育缓慢，生殖或行育的障碍虚衰，一个是障碍，一个是虚衰，障碍还不完全是受于生了，是吧？我们刚才讲肝气郁结的时候，那它也可以引起障碍，但是虚衰生殖机能的衰退，那是属于生的。水液代谢的失常或呼吸功能的减退，呼吸功能主要是减退，生不拿气，生主拿气的问题，同时它有神啊和气横之火的关系密切，气横之火里面的骨、水、脑、鱼子包都和神有关系。气横之火我们讲胆、骨、水、脑、鱼子包是这几个吧，是不是啊？膜还有一个膜，那么除了膜和胆和它关系不密切以外，那么其余的脑、水、骨、鱼子包都和神有关，同时中医还认为，神开窍于耳，气滑在滑，肾主二阴，所以这些方面的病变症候，神有病的时候往往是反映在这些方面，这些方面的症候我们临床辨证的时候都要考虑是不是神的问题。常见症状是腰膝眩软，耳鸣耳聋，齿摇滑脱，阳痿遗精，精少不匀，精背不匀，水肿，奇胆而喘，二便异常等等，这些表现是神的常见症候。腰膝眩软，齿松滑脱，耳鸣失聪，这是他的常见的表现，或者说基本的表现。我们讲神虚，神虚是常见哪些症状啊？这一般都要讲什么腰膝眩软、颈膝眩软。由于此为骨之余，为甚至开窍，所以牙齿松动，耳鸣耳聋，头花陀螺、早陀啊，像这些症状是神虚的一般表现。一般表现好，由于他与生字，所以阳痿遗精，精少不匀，约浮有的精背不匀和生字有关系。水液代谢失常最常见的就是水肿，水肿那也可以是你小便清长，生阳虚也可以小便清长，但是最有那个的是障碍的那个水肿和生不拉稀的奇胆而喘，二便异常等等。所以神的症状啊，主要常见的表现就是这些表现，所以它不是很复杂，不很复杂。我记得我小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当地有那个老中医啊，一个老中医姓胡，很会看病，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知道那乡里面呢，农村里面都喊他胡半仙，喊他半仙。我们那上课的时候，请我们胡老先生给我们上课，他我没有讲的，我人老肾气衰。拉尿打湿鞋，耳聋牙齿脱，打屁屎也来。这几句话说明他老了，当时已经70多岁，他人老肾气衰了。那肾气衰什么表现呢？拉尿打湿鞋，他肾主二阴呢，就是阳气亏虚以后，他那个浑身的减退的肾气不固啊，有点小便淋漓不尽啊，拉尿打湿鞋，耳聋牙齿脱。耳朵也聋了，牙齿也脱了，这不都是神的表现吗？是吧？打屁屎也来，
这大约这个后应失禁，不能控制。神主二因，神开窍语啊，神主这个此为故之余。我说老先生虽然没有讲身体症状常见哪些，但他这几句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神虚，是些什么症状呢？可能常见的症状是这一些症状。张景岳对身体功能是研究的最多的啊，他的病理，他的原因多半是神识多虚症，神多虚症。为什么会虚？一方面是禀赋不足，先天的因素。特别是先天性生长发育啊，母体的获得的这种，先天性获得的这种体质因素差了，禀赋不足，老年体质亏虚了，精气不足了，人老生气衰了，这个黄室不洁，黄室不洁包括早婚多余，现在多余的没有了。那结婚前确实是多余了，一生生十多个，你说他不肾虚，那也乖了，是不是？这种情况，或者他脏病变的影响。除此之外，情志因素里面有一个惊恐伤身，常见的原因这些。他的特点，多虚症。小儿药证之传里面硬是讲神主虚无实，也没有实症。所以他的症候都是神阴虚、神阳虚、神精虚、神气不足等等这样的表现。实如果水肿什么的二便不通，那本质上还是因为虚所导致的所以多虚症。久病即生，五脏归神，病久了会导致肾虚。久病即生，病久了慢慢，因为神火、神阴是下焦吧，下面的水都没有了，那上面的水当然也就会少啊。明火是在下面嘛，下面没有火的，它不能蒸发上去，当然上面的火也不足啊。所以各个脏腑的虚损，虚到了，病久了都会即生，五脏之上，穷必即生。张景岳讲啊。五脏虚到了，肝虚了，神虚了，脾虚了，心虚了，回虚了，都会影响到肾。我们讲回举气，回虚了以后导致神，就出现回肾气虚吧，神不拿气，是不是？脾为头，脾头虚了以后火不生头，出现脾肾阳虚。水能寒木，肝阳亢，肝阴虚，都往往是肝肾阴虚，水不寒不，所以各个脏腑的虚症呢，都往往久必即生，穷必归生，穷必归生。因此，神的兼夹症最多，一般没有表症，无实症，一般无表。我说的是无一般啊，也有人提出来的，就是说。神也有表症，神也有实症特别是神有实症，有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观点，不认为神不仅仅是一个虚症，也有实症。但是表症应该说神应该说是不出现表症神阳虚衰症，第一个神阳不足了，失血问虚，出现的虚寒症状。虚寒症状它反映在什么地方？反映在一个是神的特点上是腰细宣冷，冷痛，腰细宣冷，腰细冷痛。我们讲肾虚的一个很常见表现，腰细宣软吧，它现在阳虚的当然就是冷或冷痛。好，生殖机能的减退，阳气神阳这个火不足了，明火不足，降火不足，明门火衰，生殖机能减退，所以出现了阳痿、早泄、精冷、宫寒这些表现。神主二阴可以出现了久泄、顽固不化、五更泄、小便清长、夜尿多，这些症状都可以是神虚的表现。
肾阳虚的表现，这些症状可以，就是说长期的腹泻，应该说主要归属于脾，但是也和肾有关系，这样的表现。第二方面是阳虚，我们平常讲阳虚就什么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畏冷致凉，长期的怕冷，四肢长期经常是很凉。像这样的天，有的人晚上就睡不着了，就很冷了。是吧？四肢凉，胃冷致凉，这是肾阳虚的表现啊，肾阳虚的表现。可以，我们说什么表现呢？根据他这个举身子啊，举水呀、举二便呐、他有腰膝啊、腰围肾之腑啊等等这些方面来体现，来体现。至于牙齿、耳朵啊、等头发就不好体现了。这个肾阳虚的人牙齿怕冷还是耳朵是凉的还是头发是冷的，这个讲不清，不好讲。那么腰膝身子二便从这些方面来体现，就是肾阳虚症。还可以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曾经说讲过，还可以出现面色黄白或者离合，也可以是肾阳虚的表现。黄白是见有点水肿，是不是啊？面色黄白是见一点水肿，肾阳虚不能气化水，我们等一下单独有一个症型，阳虚水患，单独一个症型，痴眉弱等等这些表现啊，肾阳虚症。为什么导致肾阳虚的？久闭于肾吧，穷闭归肾吧，各种原因都可以导致，病久了都可以导致肾阳虚。要注意区别的是，区别一下。肾阳虚和虚阳胡约，虚阳胡约它本质上属于肾阳虚吧？虚阳胡约是讲的什么虚啊？是阳虚了，哪一个脏腑的阳虚啊？应该说本质上是肾阳虚，阳气都跑到上面去了，浮于上，所以是虚火浮在上面，就像这个戴的一个红帽子一样，我举例是。这是虚阳胡约，是属于肾阳虚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就像那个脾气虚可以出现脾气下陷，那么现在肾阳虚可以出现虚阳胡约，虚阳胡约症是也是肾阳虚症，是它的表现上是特别表现为阳气在上面一点点，下面都是阴寒，虚阳胡约症。这个容易掌握啊。肾虚水患症是讲的肾阳虚或者肾气虚的基础上以水肿为主要表现的，临床很常见的肾主水呀、以水肿为主要表现的这样一种病症，它有肾虚的表现，病的时间很久，久病我们就可以说穷闭即肾，可能还往往兼有腰膝渲染啊、耳鸣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这样的表现吧，一般的症状可能有，它多半是在阳虚不能够气化血液，所以有阳虚胃冷致凉、舌淡、胖、苔白滑、面色黄白这样一些表现。头区的说它是肾虚血患，是头区的反映在小便不利、浮肿、腰以下为肾。如果是头面肿、头起的，那我们讲个是风水相搏，往往归属于回，这种是讲的长期的，并且是下肢肿得很明显的，一般是归属于肾了。为什么肾阳虚不能气化血液？气化血液不行了以后，如果水太多，可以逐步往上，水太多腰以下为肾，如果水还多了还往上涨，还多得很厉害，就可以出现什么问题？出现腹水，甚至压迫到心脏，就出现心衰，心衰的水肿，那中医认为也和肾有关了，脾久病及肾了，肾阳虚不能气化血液可以引起，到了心衰那出现什么问题？心急气喘，
这个水还上黄崖不要，可以倒回引起，我们也可以说是滋引，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水，有很多的潭引水，有水那就是滋引，是不是啊？这个有潭那就是潭引听灰，因此它可以出现，有了再回就可以出现咳嗽啊、吐痰呐、胸闷呐、气胆呐、等等那些表现，所以它这个是有水，我们讲的是水什么东西啊？患患难成灾，不是就在这个脚上面有一点水肿，是水慢慢慢慢患难一直从下面涨上来，涨到了一直涨到回涨到心脾，所以是神阳虚水犯，它的本质在神。机制是由于神阳虚不能够化水，所以它可以上犯，犯了以后叫什么东西？神水犯脾，神水凝心，水寒实回。凝心，心本来是火，不受神水的影响，那么现在水来是克火的，水太厉害了，把这个心阳都损伤了，所以叫水气凝心。神回最上，回为水之上源，神为水之下源，现在病由神在开始，一直这个水到了回，所以叫做水寒舌回，上舌道回了。神水换脾，本来是头壳水，现在缓呢是因为水太多了，影响到脾胃的功能，影响到脾阳不足，导致湖水之类的表现，所以是神水换脾，这是它的患难。我们强调神水水患，水亦患难，强调患难这几个字。患难什么叫患难？可以倒脾倒心倒回。比较神阳虚症和神虚水患症，叫水亦患难症，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这个神虚水患症本质上也是神阳虚症吧，只使这个病人特别表现为水肿尿少为最主要表现。病人来就诊哪不舒服啊？肿得很厉害，小便解得少，所以把它投去这个症型，以水肿水寒痰饮水湿，以这个水的停留为主要矛盾，这个病型上面有了一个水，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神虚水患症。而一般地讲的神阳虚症，实际上神虚水患症也本质上也是神阳虚症，这是讲的什么问题？讲的行功能减退啊，腹泻呀，脏气衰微，腰酸膝软呐，为冷知凉啊，是讲的那一般的神阳虚症。这个是讲的一个特殊的神阳虚症，影响到了血液代谢的，导致血液患难的这种症候，叫做神虚血患症。辨证依据应该容易辨啊，不讲了。第三个神阴虚症，神的阴也不足。神水神阴为五脏之真阴，是吧？神阴虚了以后，必然导致虚热扰，形成一种虚热症。表现阴虚的表现，真正到了神虚的时候，是很可能出现潮热、盗汗、喘红、五心烦热，甚至骨蒸发热都可能的啊，骨蒸发热这些症状。那么神虚你怎么知道是神阴虚的呢？就有神虚的表现啦、我们胡老先生说的是吧，齿松牙齿脱啊，头花脱早脱啊，腰膝酸软酸痛啊等等这些表现。他可能因为他神藏精，精生水，水上追于脑，他可能出现脑力的减退啊，智力减退啊，痴呆、失眠、健忘，年纪大了都容易出现健忘，当然是神经不足了，是不是？精应该也和阴有关系，可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说有神虚的表现，阴虚的症候，全身是个阴虚的表现，
并且以神的症状病位，他哪不舒服啊？我现在耳朵叫得很厉害，哎，我头晕，我腰痛腰酸，以这个为主要表现的，他来就诊是神的这个病位上作为主受的，所以神阴虚症。还可出现生殖机能的改变，这种生殖机能的改变多半是什么问题呢？因为阴虚了以后阳偏亢，一种虚性的兴奋，阳偏亢本质上是一个虚，所以虚性兴奋，阴虚阳亢，阴虚阳亢出现遗精啊、早泄啊、阳强啊、遗举啊，是吧？这个与之梦交啊、月经先期啊等等，这些过去一般称为降火旺，嗯，就是这种他可能的行欲啊、行机能相对来说应该神虚了，应该是减退，他相对来说并不是减退，甚至还偏旺一点，不好说你这个性机能太旺盛了，你的肾气太足了，就说降火旺，降火旺，因为这个是来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点掩饰性的贬义词，降火旺，阴虚阳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禀赋的阴亏，年老的阴亏，房事不节，虚劳，特别像这个神痨病呢，痨虫引起来的，是不是啊？温热病的后期，古代特别是还有个服温草药、服丹石，古人都需求很多，需求长生不老，喜欢吃丹、连丹，吃那些丹石，那些丹呢、啊、都是经过石头、经过火上面呢、啊、九年丹呢、啊、火烧啊，烧出来的，那里面呢有很有热有火，所以服丹石以后容易导致阴虚阳亢，虚心兴奋，香火妄动，这就是神的阴虚症啊。神阴虚症和虚阳胡约症是不完全不相同的啊。虚阳胡约症是讲的阳虚，神阴虚症上面也是显得阴虚阳亢，上面好像也是热吧，虚阳胡约上面也是热吧，上面好像是火，阴虚阳亢上面是火吧，虚阳胡约上面是火吧，但是根本不同的，神阴虚是下面也是热，阴少，虚阳胡约症下面是寒，是阳虚，这是本质的不同啊。和神阳虚症显然不一样，这个比较容易鉴别了，是不是？它除了神虚可以相同的表现以外，它一个是阴虚，一个阳虚，一个寒，一个热，显然不一样啊。辨证依据我也不讲了。第四个，神经不足症，神的精力不足了，精气亏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阴和阳的症状不明显，既没有明显的微冷之凉，也没有五行还热、潮热、盗汗、阳阴虚的表现，阴虚阳虚的这个寒和热的表现不明显，仅仅表现为神的生殖机能、神的神经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什么？我们把哪几类症状归属于这个地方呢？一个是早衰，未老先衰，有的人三四十岁就开始脱牙齿了，到五十岁牙齿都脱得差不多了，牙齿松动啊，到了四五十岁耳朵就听不见了啦，记忆力就很差很差了啦，头发也脱得差不多了啦，腰膝酸软啊、腰痛啊，这些症状都明显，早衰为老先衰，不是七老八十，现在七老八十的都还很健康，他是到了四十五十就已经衰老的不行了，是吧？未老先衰，那什么问题？认为是神的精气不足了。还有小孩子，他没有先衰吧？不能说小孩先衰，那就是先天华有的迟缓，行门迟背，五迟五远，说话不会说，脑子不知道手术，是吧？站也站不起来。
等等，无痴无远，资历低下等等，还有身子的减退，身子机能减退是吧，男子的精少不孕，女子的精备不孕，行有减退，行有减退，所以主要归纳这三个方面。精气不足，我们讲没有明显的寒和热，而重点是反映为生长发育或生殖机能的减退。老年成年人就是早衰，小孩子就是发育迟缓，生殖机能减退，没有行有的要求，也没有或者甚至是精备，有的女同志我看40岁以前就备了精，就没有月经了，是不是，等等吧，像这种情况啊，这都属于精气亏虚。之所以叫精气亏虚，它没有明显的寒或热的表现，因为神主精，神藏精，精生水啊，骨里面有水，上主于脑，所以华于迟钝啦，骨骼微软啦，腰细喧懒啦，记忆力减退啊，脑力痴呆呀、等等，这些症状都出现了。比较神阴虚或神经不足的区别，就在于神阴虚有热的表现，神经不足没有明显的热的表现。可不可以两个存在呀？他又有神经不足，又有阴虚，那就是神的阴虚精亏症了、神的精亏阴虚症呢，两个都有，有的呢，那就是有这种那是两个了。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把这些情况归属于神经不足，啊，以生长发育迟钝、迟缓，或者是早衰，或者是生殖机能低下为明显的表现，而没有明显的寒或热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叫做神经。或者神气不足，或者神的精气亏虚症，这里叫化啊。第五个，神气不足，神气不足是神为烘藏之本，神举烘藏，神体特性是潜藏，明火要潜伏在那里去，潜在什么地方啊？明火要于神水之中，叫做龙藏海底，是不是啊？如果是这个明火不藏在这里些，那就出现龙火灰腾。龙火灰腾什么表现呢？虚阳浮约，这个龙不在水里面藏着，它就跑出来了，离开了水，那当然是不好的。所以你神明火要潜，神经要藏，所以神的特性是潜藏，神为烘藏之本。现在如果神的功能减退了以后，不能够烘藏了，这种烘藏失职所出现的虚弱症候叫做神气不足症。因此它有神虚的一般表现，神虚什么表现呢？腰细喧软，齿松滑脱，耳鸣，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要说肾虚，我只能抵这几个肾虚：腰细喧软、齿松滑脱、耳鸣，和这几个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你说哪一个症状是肾虚啊？鼻子闻不到是肾虚，眼睛看不到是肾虚，吃饭不想吃饭是肾虚，不好说。它的常见症就是腰细喧软、齿松滑脱、耳鸣。这几个症状可能有，有的病人也没有，也没有啊。但是有这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肾虚。除了这个不虚以外，我们现在说的是神气不足，因此重点是讲它不足。哪个不足啊？我们曾经讲过有6个不足，还讲过一个汗虚是什么不足啊？容易出现症状是回气、胃气不足，还讲过一个脾不统血，是气不摄血，也可以说是脾气不足。那气不摄血，除此之外，剩下来的都是从二阴所出来的。
二阴前阴后阴不固了，后阴就是大便，前阴里面小便，女同志还有月经，还有婴儿是吧，胎儿都可以是在这里不固啊，胎儿不固。所以男子的肾经、女子的月经和胎儿小便大便这五方面的不固，当然一个病人可能不会出现五个不固了，这五个不固在一个人身上本身男的女的他就不会是那个吧，因为可能有就是一个不固，有的也可能有两个不固是吧，也既有小便不固又有这个什么月经不固，那可能有两个，甚至有的是前后阴都不固，二阴失禁，那都可能是一个不会，恐怕不会超过三个四个五个，不会有五个，不会有四个，最多三个。原因就是肾虚的那些原因是吧，引起了那红肠失职，辨证依据，辨证依据有肾虚的一般表现，而病人就诊是以这五个方面为突出表现的，哪一个方面为突出表现，他以遗精乏精为突出表现，他来就诊什么问题就诊呢，他就是遗精乏精那为突出表现，或者就是他那个怀毛毛以后啊，只看到怀毛毛还是容易怀，怀到两个月三个月有流掉器官性的流产，有的人特别说了等那个什么偷情的会怀的毛毛棒打也打不下来，但是那个肾气虚的人打个喷嚏他也打下来了，把个毛毛也下来了是吧，有的你说哎呀你不要搞重体力劳动啊，提水啊挑担子啊，那身体好的身体骨顶他一点也没问题，那个滑胎的习惯性流产身体不骨的人，你这怀毛毛起就躺在床上几个月不下床一点都不动，应该是不会滑，打了个喷嚏一下把个又滑胎了，那喷嚏打喷嚏时也是有蛮大的压力了，打个喷嚏滑下来了。小便不固，我就看到有的小便不固啊，讲得很有生气。那我要是听不得水响，他的旁边哪个地方把水龙头一打开，我的小便也就打开了。那边水流得响，我的小便也就出来了。这个生气不固，我还看到一个很典型的生气不固，也是个部队里面的一个医生的，也是气血重的一个医生，他来看病。他那个肾气不固怎么样，他小便呢失禁，小便不固他最严重的到什么时候呢，他部队不有时候野营啊什么拉练啊搞这个什么军训呢，他那个军训他小便不实施要解，小便有小便就解掉了，在上班的时候在家里还好办一点呢，因为要解小便我就解一下，他这个野营拉练一走几个小时啊背这个包啊，一小便出来那个小便裤子都是湿的，别人看上去很不好，那个他的严重的时候啊就怎么办呢，把个搞个绳子啊把这个阴茎呢捆起来，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小便失禁了。所以这几个方面以这样的不固，或者有的是遗尿习惯性的遗尿，小孩子有的甚至到了十五六岁还天天晚上尿床，像这种这些情况以不固为主要表现，又往往还兼有点肾虚的，这就是肾气不固了。那当然有没有不固不有肾虚的也有那种情况，我看也有那小孩还是长得很好了，十七八岁啊十五六岁身体蛮好的，他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遗尿，你说他肾虚他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肾虚的表现来，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你这个不固总是因为神主二阴神主轰肠，虽然它没有典型的神虚表现，那一般来说你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食热啊什么肝清郁结啊什么这个气滞血瘀啊什么其他的原因，那我只好说你还是肾气不固，那还是补肾补舌，还是用这个方法，这是第五个症型啊，肾气不固症啊，这已经讲这个88611的一个化验员，我刚才讲那个病人呢已经很严重啊，他还是有原因，开始是怎么开始是有说有前列腺有遗精的毛病，
近五年有遗精的毛病，开始怀疑是前列腺炎，化验呢又没有问题，就用了很多的这个抗生素，后来呢又怀疑是不是有结石，照 X 光照片呢又没有发现结石，但是没有结石呢就吃了很多的通淋的药、滑石的药，就出现了小便失禁，甚至要用绳子扎着这个阴茎，内裤是经常是湿着的，并且有腰痛很严重，头晕耳鸣。我记得是80年代吧，他说当时听说嘛，生命在于运动，他就天天出锻炼跑，他妈谁虚的要命，你还跑个鬼呀、啊？他越跑越厉害，是吧？说明说锻炼并缓而慎重了。我就跟他用的什么透视子源加减，那也不是几副药，好像吃了60-70副药，就效果比较明显了。那我说还要坚持服，最后没有消息了，不知道怎么样啊。这个要远黄师跟他提出这么一些要求，这是个身体病、身体辩证。小结一下，身体病是多虚症，神阴虚、神阳虚、神气不固，神虚水烦、精气亏虚，都是虚症。那么神虚的一般表现，我们说神虚有什么表现呢？刚才讲它常见的表现，我们说就是腰系喧染或者腰系喧痛、耳鸣、齿牙齿松动或者早脱或者脱滑这几个方面。所以神虚症的诊断标准，它一般也就是列这几个症状。神虚的研究还是比较多，贴神虚症就看有没有这里面的某个症状、某几个症状。除了这个一般表现外，可能二便上往往是有影响的，要么小便清长啊，要么夜尿多啊，或者是小便有点余尿不尽呐、啊，余尿不尽呐、啊，小便解完了还在那滴滴点点呢、啊，解了还想解呀，等等呢、啊，性机能可能往往有改变，有低下的表现，这就是神虚的表现，一般来说是这些表现。当然有的病人很明显，有的病人也不一定很明显，就是这些方面的减退我们一般认为是神虚，要考虑到神虚，起码要考虑到神虚啊，它的不复杂，病情是不复杂的，不像那个肝的病很复杂。它的原因但是比较多，各个脏腑的病都可以影响到肾，病久了都可以到肾，穷必及肾。由于神是为阴阳的根本，精啊、气啊、阴阳的根本，神虚了是根本虚了，所以取消是不太容易的。其他脏腑的病有时候三服药、两服药甚至一服药就可以见效，就可以看这个有没有效，甚至一服药就治好了。那么到了神虚的时候，到了病机了神的时候，那我想恐怕没有3-5-10副药一般难见效，所以效果是比较慢的，因为到了根本上最基层的地方虚了。但多病化症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回肾气虚、心肾阳虚、水气凝心等等，病化症最多。张景岳对神的研究最充，他讲虚邪之治害必归神，五脏之上穷必及肾。张景岳他用药，他的研究对神研究的最好。各处讲啊，什么这个补肾不如补脾，这是哪一个？是李东垣强调补脾不如补肾，又是哪一个最强调？实际上补肾强调的最厉害的、最多的、研究最突出的是张景岳。张景岳的处方里面有好多的处方啊，他都是用的那个什么伐呀，都要用熟地，所以大家后来又有人就跟他是张寿地。寿地干什么的？就是补肾的，极温阳，极补肾阴，又补肾阳。本身生地它是补
阴为主，但是经过九蒸九晒了以后就有补阳的作用了，所以它既补阴又补阳。我们现在用挪威地黄丸里面主要是要用熟地了，最主要的是熟地，用的最多，治的最张景岳对身体研究最多最好啊。具体的我们不详细的讲了啊。哎，神有没有实证？有很多医生都认为神有实证，并且明显有这样的提话。你比如说《说文脏器化神》里面，生病者腹大颈肿咳喘醒汗去蒸空，那么说这种生病应该说就是神实的表现。哎，邻居淫邪化梦，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做梦为什么做梦吗？专门有一篇书叫《淫邪化梦篇》，淫邪化梦篇，并且明显的讲神气实则梦怎么样，可能肾气实的时候就梦长大水，长大水是这样的表现。临区本身讲肾气虚则绝，实则长，就明显肾气毁实啊。所以有好多人认为神是有实证的，是有实证。你比如现在有人提出来那个小便白小便解不出来，或者是肿得特别明显，那就是有实啊，有实邪在里面了。或者神上面长癌症长瘤子，你说那不是实啊，他认为就是实。所以有人认为神是有实证的，但是这个和中医传统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中医传统认识因为神是藏经，神是阴阳之本，所以这个阴阳之本啊，精呢、啊、是不可能实的，是不可能太多的。那么太了多太多了都是其他，你就不归我负责，找其他的人负责去了，找其他的丈夫去了遮住于膀胱，或者遮住于其他的丈夫或者说他之所以出现实，也是因为虚所导致的，因为虚所导致的阴虚而致之所以不太认为是有实证。女子胞的病应该归受于神，所以脏腑辩证里面呢，女子胞是一个很常见的妇科病里面的很多病，我们病位来说现在过去都归受于神或者归受于肝，我们现在把女子胞应该单独的出一个病位。我们心实际上心的病应该是包括两个脏腑的病，心的病脑神的病，是不是我们心里的十个症型里面好几个症型都是实际上都是脑的问题呢？瘀肘脑络是不是那是脑吧瘀肘脑络，还有这个痰火扰神，痰蒙心神，热鼻心神，是不是心阴虚也有心神的症状，心血虚也有心神的症状。所以心实际上应该包括心和脑，神应该把包公的病应该要独立出来。最常见的你说妇科病，它常见就是寒淋啊痰淋啊瘀肘啊血热啊湿热啊虚寒啊这几个症型，这几个症型病位过去有把它称为神啊，有的称为肝啊，有的称为什么充任不调啊。那个充任不调到底是哪地方呢？我们明明有个子宫在那地方，为什么不把它归属于神呢？所以现在归属于神了。包公寒淋包公痰淋包公瘀肘包公包公血热包公湿热包公虚寒瘀子包的病归属它悲尿系统的病，虚症则之于神，实症则之于膀胱或者是其他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轰水急性的水肿，轰水相搏折之于谁了？折之于回了实证折之于其他的问题了。所以神为什么没实证呢？就是有实证他自己不负责任，找别人负责了把责任推给别人了，这个意思所以他只承认他虚一方面。身体病就讲这样一些上午我们课讲到这，下课。